爬起来就想到烂了，没想到我。朋友们，我们到大理来啊，也耍了几天了，耍的该耍的也耍了，开心不？开心，下回有机会再来。现在也在落雨，我们也打算今天中午差不多回去了，回去之前给他们买点特产，来不？要得。走，逛市场哈。妹妹，好多菌子啊！这是蒜蓉是吧？吃刺身啊，吃生的，没味道。绿蘑菇，绿色的，这个怎么卖呀？这个是什么菌，老板？桃花菌。桃花菌啊？那个哪一筐嘛？哪一筐嘛？黑不溜秋的。这个黑不溜秋的是啥？五百片那个。快走快走，下雨了，小美。这是行的，千多公里，家里这是很空了啊。哎，你的包包是不是在我一个子上？装好行李，准备回家了。前往吴中市，全程941公里，大约需要9小时45分。喂，我把裙子分享，嗯，积极分到你去了。你还积极的很啊，天天爬起来就想到男人，没想到我。咋个没想到你啊？给。其实我在抖音商城浪漫七夕节买的德芙牛奶巧克力，把爱藏进心一号的，上面每一样礼物都特别有品味，这个不仅巧克力好吃，礼盒也漂亮，而且一件礼券超划算，不用抽单，还有机会再领券哦。点商城到浪漫七夕节，或点评论区就能一件入同款。特别的日子当然有特别的礼物来纪念，选上心的送心上人，想要入手我们同款的，赶紧点评论区置顶链接。哇哦，好好看的巧克力哦。朋友们，我们做蘑菇还是昨天上午买的，经过一个10多小时的车程，昨晚上到家了。我还晚上还开了空调房呢。关键是昨天买的时候它淋了雨，有点点发霉了，我们把坏的按键扔了哈，浪费好多哦，好可惜哦。关掉，红的白的都按哪点去？红闪闪，给他一半，我们留一半嘛。这个大的监视器拿来，我们留的多一个。那量不大，那个其实是抓的难。这个也是监视器，又干净。宝贝，我走了，你要屋头看家哦。要得。嘴呀，吃菌子喽。嘴呀。吃啥子？你？哎呀。吃得不？你吃。哪里吃不得嘛？红闪闪、白杆杆都有。吃了上班吧哈。不得。这个我晓得吃的，这个还不敢多买。晚上过来吃饭不？来噻，你整几三只，你敢吃我都敢吃。哎呀，你还听到说你屋头弄些绳子，这些你弄干了嘛？就吃过菌子有啥吃的啊？我们一样弄得噻。啊，要得，你再赏个鸭子嘛。鸭子有呢，你放心。菌子啊，啊，绳子啊。啊，绳子我有。拿来噻。这你把你鸭子塞进我就来啊。哎呀，工作不要弄大嘛。晓得你厚道的，给你整点烂肉香。等等你哈，晚上晚饭等你哈。要得啊。哎，人别来多了，来多了没有合适的哦。妈，你给我送点嘛，我头得长。